1, 2, 3, 冬天过海，真系很兴奋。冬天过海真系好兴奋。真的好兴奋，系啲啲眼瞓啫。其实我系依然都可以撑到落去嘅。瞓唔到觉啊，真系。而家都有少少攰咯。你咁辛苦做乜嘢嘢？上次屯馬線原本有機會，點知媽咪嗰次唔俾我坐，今次終於有機會啦。阿媽就叫佢：嗱，你叫埋你啲同學啊，叫埋你啲朋友啊，過嚟一齊食花生啦，咁樣。啊，你條靚仔幾靚仔喎，好揀你啦，咁樣。咁佢有機會走入去啊，入境啦。鐵路迷拎住港鐵小冊子，自制標語。中化新城填詞人，到底過去很興奮，集住過去很興奮，回住過去好啊好啊，好興奮，基本上瞓都唔使瞓啦。咁今日我唔嚟咧，我真係對唔住自己。OK 啦，去做啦。東鐵線過海段宣傳片主角之一，鐵路迷羅先生一齊唱通車嘅主題曲。紅磡接通，講到超興奮。为搭手班车用缘分，哆啦咪发嗦，系啦，冇错，哆啦咪发嗦啦，啲都冇啦。你首歌好唔好听，系你点样去发现佢啫？我觉得我可以为香港人带嚟欢乐，系一件好荣幸嘅事嚟嘅。一路俾人话佢系傻佬嚟噶，一路俾人话佢系癫噶，但系佢系名流千古嘅一个人。我除了是一個交通迷之外，我亦都是呢個區的居民嚟嘅，咁所以我都覺得，加上即係佢東鐵線，1910年以嚟第一次即係可以過海東鐵線，咁啊歷史意義都幾重大。真係㗎，真係㗎，你可以睇翻嗰個歷史嘅，講咁多嘢做咩啫？放下手，你行一行啊，嚇，去。超興奮嘅，100分，100分入邊落，我攞200分。他的成績是好了很多很多很多。將來的志宇先生說話，我第時我搭了一個有這麼歷史意義的東鐵的車廂，你都有一點功績在這裡。這是一個別具意義很有歷史性的時刻，不同的時間有一種特定的東西，它將會出現。很興奮啊，等了20-30年了。你要享受這個過程。我觉得做人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做到你自己开心的事。